这好人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啊，是瓜哥，只是你好，瓜哥好。哇，刚刚在化妆室我都看不出你有这么。哇，雄厚的实力啊！真的，那个笛子一吹不得了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！是，这个起码练十年以上了吧？这个你说笛子吗？笛子啊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，哇，开始学习国乐。这么说起来，应该有快20年了吧？对，是算起来18年有了。我说曾志豪，你有没有看完之后有点错死啊？瓜哥，我车到了。然后干什么？送我离开吧，不是，你还没想到还有一位呢，哎，居然你完蛋了你，哎，很少人一来就双大绝的了，真的，人留着，人家飙高音了呢，双大绝，哎，这假音跟乐器跟台风根本就是已经是，是跟身高有关系，没，哎，不是他自信心够啊，自信心够，哎呦哎。你以后踩油漆桶来，我看你能唱多高。好羡慕，好，唱歌有参加过比赛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以前有参加过，也拿过冠军嘛，对。其实这个是5、6年学姐的比赛出身的，对，但是不是同一届，对，不是同一届，我有点替靖伦担心，你替靖伦担心，你先担心你自己吧，我还好，我应该第一，哦，对，你还有两张，我先长高应该会好一点，来，我车来了，一起走嘛，对，荒山老师，没有了，荒山老师再去，好，不要吵了，这个一个有个性的声音出现了。好，你真的是很有自己特色的一个歌手。见面第一首歌呢，《One Night in 北京》，我觉得很有男生的部分，我觉得你做得很棒，就是很有自己的口气的味道，也不是模仿性的。女生的部分假音就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稳定，好，尤其是在拍子上面会感觉比较乱一点点，哦，这个是有点小小可惜。但是第一次来这样很不错了，好。所以这个有庆祝行情。刚刚我看王志平老师还一直帮你打拍子，王志平老师请。其实你一上来呢，你整个的表演呢，感觉上就像一个，怎么说，就像一个有练过的这个一个大侠那样的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的底子哈，你的基本功我觉得很好。那更不用讲你一开场的就是这个笛子的演奏，感觉上应该是即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对，就每吹都不一样，对，所以表示就是说你的功力哈，就真的蛮深厚的。那我觉得你的确有一把好嗓子哦，你唱的摇滚的东西，我觉得非常到位。我其实蛮看好你，也蛮期待的，看你接下来呢，是不是每一次唱歌的时候你都会吹笛子？我不知道。谢老师，除了国乐是笛子，还有其他什么？你说中国乐器吗？对啊，我还会箫，对，就是我是吹管组的啦。哦，然后还有像把乌啊、葫芦丝啊，那你可以太多可以表演的嘛？会蛮多的，就是因为它不同的乐器算是不同的曲风，对，搭配的感觉，吹死他。好，他的压力已经很大了，我已经很难做了。新同学来，我们评审长应该要招呼一下吧？是，丁小文老师请。子深啊，老师好。来就很有攻击性，啊，这个选曲这也是个大哥，整体的表演非常有娱乐性，也很花俏。但是呢，方方面面，我们剖开来说，就是你唱男生的部分、女生的部分。整体的表演部分我都觉得还有稍嫌不足，那个不想再问你，我后来觉得子深会不会我们的 key 不够高，所以你唱女生的部分，唱到女生比较低音的部分，其实你那小嗓调不上去，它就会很尴尬，变成一个中音的嗓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妹妹嘎嘎细微的部分我们是还可以再研究的，可以再精益求精的。但无论如何，子深是非常具有坚强的实力，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，加油。谢老师，那个帮底可以自己表演一段吗？可以啊。每日一字，今天教大家的是吹这个字。新年快乐的心。哇，这好像学生，这个很长。以前我小时候住对面就国立艺专的，嗯，每天早上都吹这个，真的。新同学初来乍到，可能火气还比较旺一点，所以比较不稳定一点。91.8曾志豪，杨倩是91.9。新同学这首《One Night in 北京》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
初次见面就放双大绝的子森，分数来到88.89/90.91，小数点继续上升，是多少？合格的分数是91.7分。那新同学来，有权利有豁免第一张黄牌，这张黄牌来挂，但是不用挂了，所以你取消这个黄牌，但下周开始。就每一个人比赛最低分就要挂黄牌了。是的。好，杨倩是91.9，今天挑战的是卫冕者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